学佛的人多，真正成就的人不多。什么原因？搞错了，误会了，把邪当作正，把正当作邪。最后临命终时保不住啊，那个时候错了，来不及了。最近要常常讲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讲经的功德跌倒，你讲上千经万论，自己没有做到，等于没讲。信心从哪里生？从讲经生。古人更比我们厉，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部经念上一千遍，自己就开悟了。现在开悟不了，妄念太多，障碍着你的悟门。佛只教我们四个字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这四个字里四个阶层，第一个是信。表面信的人多，真正信的人并不多。真正信的人多，解的人多，证的人多，佛法兴旺。信不足是不理解，真正搞明白搞透彻了，没有不相信。所以就像解中经典里面把信心找回来，找回来之后要修行，要真干。敬宗最殊胜，最简单，只要佛号不丢掉就回来了。为什么佛号记不起来？烦恼习气那么容易记起来，解得不够，不知道这个法门可贵，不知道这个法门难得，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遇到了不能成就，大错特错。所以遇到了一定要成就，佛号不见得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利益众生，敬重法门第一，自己有信有解有行有证，也帮助别人建立信解行证，这个功德很大。功德是从你影响而生，你影响的人越多，功德越大。影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弘法利生，一个修行一个得度，十个修行十个得度。什么叫修行？放下就是。众生的问题就是放不下，能放下过过往生。这一关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了，太难了。为什么这么难？经教没透彻，他不懂。虽然也读经也讲经，没有透彻，所以这想法做法全错了，自己不知道，自以为是。我这一生非常感谢佛菩萨，
遇到走不通的时候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问题解决了，很灵验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一生想象自己，我以前的老校长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提了两句话语，真的这一生都被他看透了。这几个字很简单，诚实，老老实实，没有说过假话。我在做学生时做到了。第二个理智，理智是智慧，不会被人欺骗。第三个是大方，这不是从哪里看出来，我都不晓得，我得帮助别人，在很困难的时候没人帮助我，我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还是不放弃这个机会。莫慧一句老师说，努力你会有很大的前途。报声